早安，起来了吗？没有。你不起来？我在拿去收件。姐姐，赶快来走了，我收就好了。你先去喝奶奶。我的呢，宝贝。嗯？宝贝。贝贝啊。早安。早安。走了。有妈妈有吃，你吃。你吃就好。要怎么样？保护妈妈。对，然后要牵手走路，要照顾比自己小的人。谁比你小？没错。等一下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好久。啊。好久。哎。带两个柯嫂出门。帮我按一下开喽。我没有钥匙，还得。好大的雨哦！哦，找不着了，到宜兰了。现在几点啦？12点整。开了两小。没有塞车，我觉得很棒。你要看丫丫吗？你要看丫丫吗？吃肉。肉肉。你要吃鸭肉是不是？还有蛋蛋哦。你要吃蛋蛋吗？那像鱼小啊。你要看鸭鸭吗？鸭胸。没有。肉肉。我们是要去看鸭鸭啦。没有。好了好了，对，我们要去看肉肉。我们要吃肉肉。对，我们要去看肉肉，没错。吃肉肉 ，OK。没有。对，吃肉肉。鸭鸭。哦，鸭鸭。是无沙哎、欸，开垦宜兰的无沙。我都忘记这个人了，你还记得？喂鸭去。你敢摸吗？可是你的手不可以这样。你想要拿小鸭鸭是不是？手要抱住它，很摔吧？这只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我抓一只给你，那你要轻轻的好吗？可以啊、哦，好。你帮它扶一下，免得它掉下去。有啊，我扶着啊。好可爱，对不对？肉。妹妹，哥来了。妹妹，你要看丫丫吗？你看，哇，二哥好兴奋哦。哦，其实很好摸哎。BB 哦。有啊，这里有一只，你不喜欢这只是吗？轻轻的。轻轻的哦。轻轻的。小鸭。他好像二哥很暴力。哎，他会怕。他不敢哦。那你轻轻的抱他，哎、欸，要轻轻的，手手不要捏紧，手手不要捏紧，手手放开，放开，松松的，松松的，摸他的屁股，从他的屁股抱他，对，好，松松一点。这是什么？丫丫。肉肉吗？不是。丫丫。可爱吗？爸爸。超多鸭子的。手哎，下面还有水可以跳下去游哦。对啊，没有它这个应该是里面那个是连接的。买饲料，好走，我们去喂鸭鸭冲啊！好走，雨超大的，下雨天来喂鸭。没带雨伞的妈妈，冲啊！冲啊！好青春啊，妈妈们好青春。雨亮，全师，我头发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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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头发变这样子了，爸比。我来一下。你看我头发，你看妈妈头发剪剪的，很好笑。哎，我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这么憨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没带雨伞，超被吃了。我们真。出来玩，整个车没半只伞，然后全部淋雨冲到车上，而且我头好像变树一样。你要，我们要过去了，来，口罩先拿掉，你再开吃的。好了，姐姐，我们去游泳了。我头发是不是很油啊？超油啊！完了，我头发变这样子，好油哦。小球游泳池。好 ，OK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下雨天走了。还是直接在外面游就好了，反正下雨的。在雨中游，出来玩怎么可以没带伞呢？好汗的。汗爆哦。你想去游泳吗，姐姐？嗯，真的吗？
可以啊。好，走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先拿什么？小鸭。可是要吹气耶，我没有那么多力气吹这个哎。外面有气吗？我们去外面借打气的。你知道在干嘛？在比那个弹谁比较用力。来，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把你抓住。我顶。没有人可以突破我的八七三。你再一次，你试一下，你看。这很难呢。妈妈的怨气。来。靠。好哟。又那无灵魂的我啦。喘息的时间来了。玩了整天，对不对？这根本不是度假村，这是折磨父母的地方。折磨村哦，折磨父母的地方，一直陪玩。但我跟你讲，我已经预约了晚上九点的 SPA。那我呢？一打二睡觉。啊！我把这个手放在后面。喂。别晃他，他睡觉了。你先别晃他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看姐姐，撑到快十二点。超强的，他说要等我回来，我刚刚去做 SPA。谢谢爸爸。生日快乐。那我明天要再看一次。姐姐。准备好游泳了吗？要不要去？不要，累了。他昨天不是说要游泳？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吃早餐哦。你要跟他拍吗？不要。好吵哦，还好吧。来了，那些玩具。还有嘴巴，还有嘴巴，开起来，他根本假哭吧？我觉得他假哭哎。那你吃一口，那你吃一口。不要。来喽。嗯。我们去拍照好不好？好，他说好。不要。他说好哎。不要。有玩具哦，是玩具吗？吃的。爸爸。我们怎么养到这样的小孩呢？哈哈哈哈哈！要被你吓跑了啦！好吧。弄什么？他要擦防晒，好，我们等一下擦一下防晒。爸爸帮你擦。爸爸，你要全部擦哦，不然他到时候会这里一条线。啊，是啊。几点？他搓一搓。搓一搓手。先帮你擦脚脚，脚脚用一下。二哥全擦了吗？擦了，也没有认真擦。二哥看起来很想擦。他不想给我擦脸。他挺着擦脸，他挺着擦脸。哪里哪里？这个六，还有。太多了，你先擦干净点。那是脖子。妹妹就要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哦，哈哈哈哈。嗯，妹妹超可爱的。对，没错，手要重，手要火啊！
怎么样滑？会怕吗？你看你跳很高，你在水底下跳很高，对不对？很轻，对不对？那你会不会太冰啊？太冰了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冰冰的？很冰哎、欸，很冷哎、欸，你不冷啊、喔？太冷了啦！什么好地方？什么好地方？什么好地方？带我去哪里？啊！早安。早安。用的习惯吗？高级的设备。我不会用它的这个打奶泡哎、欸。没有什么奶泡。哎、欸，它的牛奶是怎样？你把它桶子弄进去，桶子插进去那个线。对啊，就跟家里的一样，只是它机器变得很大台。那你喝看看。怎么了？很烫。嗯，怎么没有拉花？太难了吧。这什么花？我弄得出来已经很。圆润。我弄得出来已经很厉害了。你今天早上还弄出一些稀稀的水水，你忘记了？你这样有点变态。剥啊，剥个蛋。剥蛋。内力发功，内力。他剥完那颗蛋大概也没了吧？姐姐。姐姐。我要救妈妈。你要叫妈妈？我们要出门玩了呢。今天去。今天做饼饼，然后喂鸭、兔兔。我要叫妈妈叫我。妈妈叫你哦，不要爸爸，你不爱爸爸，爸爸陪你玩水水。那我叫妈妈来，啊。你看他跑回去，你看，你拍我妈，你看到？你看我妈眼神死，给打打，坏东西，坏东西耶，这都口水，谁敢吃？然后自己吃，谢谢。好，来跟老师一起去洗手。你吃饭，我们做饼哦，真的做哦，不是假的哦。自己做自己吃，你手有洗干净吗？给爸爸看。很干净哦。转过来。不然有什么病菌哦？好像很黑。OK， 现在不要问我自己。所以有没有用我们的天然果菜粉来做？他没有走，他没有走。你帮妈妈这里捏来，捏，好来，来捏。妈妈可以改行了吗？可以，可以改行了吗？可以，好像不太行。妈妈好像比较。啊，我要炸裂。这很像阔鱼。完成了！赞！会断，哦，抽动下它就会断两三根的根部，哦，影响。啊，请不要上下抖动，我们没叫任何人下台，哈、哦，不要吓我，哈、哦。然后我们的空地的部分在上面，空白在地底下，旁边是中空的，啊，请大拇指头呢往洞里面伸，尽量伸到地底下去。
对，你有没有帮妈咪拿？啊，你先拿。他不要，他不帮我拿。第一首呢，炮掌心在水面下画圆圈，炮一样脱掉，丢掉。我妈专业的。就是最上面那一层。搞定了。好像说这块最上面。搞定了耶。啊，有时候你知道一段断掉。阿妈教你，阿妈教你。不要全部吃光了再问价钱，老师，我的葱呢都在水面上啊。哎，要记得哈。那我们吃干净呢，就会像大雄老师这个葱一样，葱白白白净净的。葱。没有可能吃到葱。原来是我的吗？我是看你做的好不好吃啊。那个是十八的。嗯，你做的哦，你做的很好吃哎，你怎么那么棒？因为葱味。有葱。太硬了，再一口，再一口。他没有，他没有敏感性牙齿。哎、欸，哦，咬到了，咬到了。就是你要发表一下你的感想。我要吃了，我头发 OK 吗？快几点？他不知道走了。我靠，合格啊，那么快。几点？十二点啊，要十二点。十一点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姐姐啊，你那个一直在滴呢。嗯。这边本来就会滴啊。但是你不要。